的环境真棒，你听听还鸟语花香嘞，我感觉搁这儿我都感觉到春天的感觉了，真的很动心了吧、啊、等一下去上收了铺看看奶奶房子，让刚英姐给我说她刚卖了一个车位20000块钱，实际上只需要18000都可以卖了，咱开封其实平均奶奶车位价钱都在80000块钱左右嘞，80000到10000，对啊，20000一个车位啥概念，我都可心动了，说明这房价估计等会我们更心动，嗯，是吧，这个真的是咱开封江浦最大的小区了，这个就有点像学校那种操场，嗯，宽松，其实单说这个小区真的是不赖，嗯，这还挺不错的，跟你说都是娘咱宝宝严复看哪儿的洋房一层单院可行，瞅瞅都，我跟你说要真这个地儿价钱可低，俺妈估计都在心动，嗯，因为俺弟一结婚买房，现在开封那门估计还得8000、啊、一般现在小二姐农村小孩结婚都要求给市里买房，我说他这个地儿真棒，完全符合我对我的房子的要求，就是这种环境，嗯，刚才问了呀，人家还说还是学区房嘞，这地儿还不错，嗯，就是现在咱开封这边没发展起来，有点黄。大路它就是，嗯，6000块钱一平，太无耻。你还不折房价嘞？万一不是6000呢？哎，你瞅瞅。这有事情、啊。你不是刚去了蛙泳啊？试试。没有事情，这是条件呀。不得不感叹，这人楼间距真大，后来这建的也不小啊，这不是。是。是我见过咱开封小区楼间距最大的一个，你看真大一条路，两边还有真宽呢，这点真是，我也第一次来这小区逛的，你说是，我平常去咱都是上他妈他们那个小区，我都感觉楼间距都没有这么，其实说实话还挺惊艳的，之前听见说这放大了点，实际上见着还挺好的，看看才真觉得，嗯，没有大家说那么糟，看来这边都是他小区的样房，从这儿路过看一下，哎呦这大呀，阿拉斯加，他这个院子好得劲呢，真大，哇，看着大院子多得劲，这大院子我的天啊，算了咱赶紧去上售楼部让我清醒清醒吧，这不属于我这个地方，一会儿要给这小区都快转晕了，咱去找找他的售楼部吧，他这样板房好逗了，现在还刻一个，终于找到他的售楼部了，真不容易啊，咱进去谈他的价钱看合适不合适，就是没有人的这一会儿，刚才跟那小哥聊过了，让他这边的房都已经买完了，嗯，现在一般人家发的便宜的都是二手了，对，确实是4000多，他说有一套给22大姐的，有一套但是是大平房了，170，相当于4000出头，80-90万买一个大平层，但是你得一把手给他，他说的是真便宜，不他说他说这边也有，好像就是也是4000多，但是咱都二手房了，到时候，嗯，是不是有风险的这种？嗯，我咱还是买正常的吧，虽然说便宜，我怕万一，咱也不懂。逛了一大半，饿死了，先吃点东西。刚吃完饭回来了，今天看了一天房，给大家讲一下我第一天看房的最大的感受，就是这房价都这么低了吗？一出了我的想象，只要4000出头一平，当时都给我看懵了。要按这人说，现在下手还真划算嘞。